民进党联合竞选总部表示，根据地检署的新闻稿可以看出，从去年五月开始到上个月都还在招团前往中国，行程也都有国台办陪同或是统战部人员来参与，还说要好好选择有利两岸交流的人，要选有利祖国之人，这不是中共借选，什么才是中共借选？票投国民党，引进共产党，票投国民党，引进共产党。这面书稿也就指出，希望大家都对他说，要支持促进两岸交流的政党，要好好选择有利两岸的交流的人，要利于祖国的人。这些言论上甚至都会要求团员当中去喊说，我们是两岸同文同种，或是两岸要和平交流等的言语。那这所谓的国民党所说的，这不就是所谓的中共借选吗？这不就是所谓的落地招待吗？如果这不是的话，那什么才叫做落地招待呢？总协调陈文昌更指出，黄珊廷参加这一次立委的选举，不但有同党同志来相挺，更得到对岸的按助，实在是很幸福。我更加怀疑的是你的财产申报，你看啊，之前还没有，今年的最近的申报，你看啊，两台贵车的，可以说身无分文，你哪有这么多钱，当然挂牌办大，这么多违规的主驾啊，买遐济广告，我高度怀疑，高度的怀疑，你是依然的马志伟啊，你有接受共产党的资质的这个赞助来选举无？这点我希望你应该对社会嘛一个交代。啊，咱嘛请剪掉啊，嘛免客气啊，应该正常。副主委陈金德表示，宜兰介入中国借选的部分，最大咖就是中国国民党宜兰县党部副主委蔡刚志，呼吁蔡刚志应该说明清楚，且尽速辞掉体育会理事长，同时请地检署秉公速办。那我们今天要揭发的是，陆续各县市，那么这些这个到中国去带团去，然后涉入中国借选的人士啊，在宜兰算这一次是最大咖的，是最大咖的啊。那么今天把它揭发出来，那这个人呢，就是中国国民党的宜兰县党部的副主任委员，那么也是这一次他们提名黄珊廷立委候选人的少数的小组的成员之一啊。那他就是中国国民党宜兰县党部主委蔡刚志。副主委蔡刚志，啊，这个是这一次我说各县市减掉办理中国借选的层级是最高的人。非常遗憾的是，蔡刚志他多年担任体育会的领导人啊，都担任主委，那么既然这个主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了啊，他用这个主委的名气啊，那么又涉入这样的主委。我们觉得他应该立即除掉，辞掉宜兰县体育会主委这样的一个职务了。那么呼吁啊，那么蔡刚志他应该对外来说明，他有没有涉入这样的事情。那么我们也呼吁，那么地检署啊，应该秉公速办，那么来断绝这种境外介入的势力，来吓阻买票的贿选的这样的行为。对此，国民党县党部副主委蔡刚志回应指出，到中国参访完全是体育交流，并没有涉及政治，接受招待是双方礼尚往来，并无不法。他们一定会讲什么两岸的交流，因为我们出门，我们是不谈政治的，他们也没有讲说啊支持什么，他们在讲说啊，我们欢迎你们来啦，啊，两岸一家亲啊，比较讲那个特定的，确实没有。上面也有到我们宜兰这边带选手来看，啊，都是我们招待的。那么我们过去按照以往的那个惯例，因为我们这个我就不会讲，以前交往的时候都是类似的惯例。至于是否辞去宜兰县体育会理事长一职，蔡刚志也提出说明。我为什么要辞啊？我辞职也没关系啊，但是我说这个是正常的交流，
为什么会牵扯到这个政治？因为我们李先生里面也有蓝也有绿啊，很多啊，还有我们不可能去说，因为是蓝绿我们就怎么样。宜兰新闻记者赖福新采访报道。